我随便挑都可以送吗？几个都可以。他的包包啊，开对价钱就我买单送给你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一支生日惊喜的影片？就是崔咪特别在我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，然后我真的感动得快哭了。然后最近情人节快到了，所以我为了回报他，今天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要给他，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嘿，又来这边干嘛？因为在那选礼物啊。你知道这个牌子是我之前在意大利，就是去佛罗伦萨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子。知道，便宜啊，对啊，我不是一直跟你吵着说我想要买吗？那时候你不让我去逛，因为你以为很贵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超贵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为了回报你给我的惊喜啊。情人节快到了，要挑情人节礼物。所以就是我随便挑都可以送吗？几个都可以。对啊，只要你有喜欢的话，挑了都可以送。不是假的，就是今天的规定就是只要我喜欢，然后任何挑都可以送我。But 挑的 But 是怎样？挑的包包啊。对。你挑的包包全部要猜对价钱才能送。猜对价格才能送我。你猜对价钱就我买单送给你。观众要帮我作证，就是今天 H 讲说，我今天在 Gianni 他们家台子就是挑包包，你都挑包包吗？对。然后挑到包包我喜欢，我只要猜对价格，正负300，有挑到的话，猜对的话，对，他就要买单哦。全部买下来，猜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立刻去逛街吧 ，Go。我觉得这包包超实用的大小，而且浓浓的皮味，太幸福了。哎，可以帮我，这个是，对，你好，这是我们这一季新的一个包款，叫做 Memory。那它里面的话，它的那个束口的地方有一个 with love 的一个设计，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印刷，对对对，有一个印记。对，然后它缩口的地方，它有多加了拉链，所以东西的话就不用担心它会露出来。因为一般的缩口的通常没有拉链，没错没错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鲜红的一个，对，它也做了拉链。然后它里面你看它是红色的配色，然后它皮革是什么皮革？它是牛皮，牛皮，对，是的。它做的很柔软哎，没错，我摸起来的感觉是厚实，然后但是是轻的，然后是牛皮，很高级。那包包应该很贵，好，你要猜多少钱？然后里面的夹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夹层可以放手机，然后夹层也很精致，是，而且它连夹层的地方旁边还有皮边，你知道一般的普通的可能大牌子的包包边边的地方它不会上皮边，不会给你那么多皮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哪一色比较适合我？应该是银色吧，我这么浮夸的一个人。这个豹纹也好可爱，但是我真的要多挑几个，就是那种平常常常可以用的这样子。哇，我看到了一套厉害的包，这是你们家明星包吧 ？Yes， 它是就是三个夹层，它叫 Three。对，然后它是可以都是它可以直接拆开，它可以自己拆开。对，我先让你们看一下这包包多厉害哦。这是三个包包，就是有点像是也不是粘在一起，它是一个组合，它是可以独立拆开，变形金刚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呢，你等于买了，你就一次有三个包包这样子。然后我可以拆开来吗？对，它可以直接拆开来。它可以直接拆开来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拆成变成两个或者三个都可以。我的天啊！我的天啊！而且它每个都真皮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单个也可以当成手拿包的感觉。这个里面都还有像是奶茶色的内里。哇，好精致哦！斜背给大家看，这个。不能再拆开了，还可以再拆，所以它可以就是，它可以就是大概有几种背法？三九种吗？它可以变成一个基本款的黑色的包包，而且它背带都是可以调的哦。因为我之前你知道我很爱买名牌包，然后我之前有些名牌包超级贵，然后背带不能调，然后我超矮的，你知道背起来就直接到我的膝盖，对。所以它这个背带是可以调整，对，长度可以依你个人喜好，对，还可以调整。然后你又同时有两个很高级的手拿包，这个包包我要，这里面超精致的，还有 Gianni Carini 的 logo 在里面，然后还有这个放卡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三个颜色，这个是新色，我觉得新色超美哦，我给大家看，这个奶茶色，奶茶色一样可以猜吗？这每个颜色我都喜欢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奶茶色，然后这个焦糖色，然后跟
个灰蓝色，这三个颜色都好美。对啊，这个包包就是我觉得来是必须要买他们家这个包包。好，等一下我要猜一个这个价格，我爱它。哇，这个上班的时候可以背这个，它容量超大的耶。哎，这个包包是在日本热卖。对，它是新垣结衣在日剧《我们不是野兽》里面有背了一个包款，所以在日本是很大受欢迎的。所以它就是结衣包，传说中的结衣包喽，就是它了。好可爱，大家觉得我要收吗？要拆吗？觉得怎么样？必败款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好看，而且这个奶茶色跟我今天也太搭了吧。好咯，那我们就收编它，等等也来猜价格，希望我可以猜对。哦，我看到一个这个，我春夏想要这种编织的包包，它这边好特别哦。对，它是我们春夏的新品，那它是以北非摩洛哥沙漠的一个概念为主，那它特别的话就是以绳索编织的那个肩带。它这颜色好美哦，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带，因为我大家也知道我刚去摩洛哥回来这样子，然后我好迷恋摩洛哥的那种配色。对，然后这个包包它的夹层也非常的多，第一个是前面有小的夹层，因为大家不是喜欢把东西往前放嘛，像我就是里面会放很多东西，然后会把东西分很多夹层。对，这个长夹也是放得下，长夹也可以放得下。对，我们很爱问这个问题。对对对。然后再来是旁边的这个容量也非常大耶，还有背带哦。对，它是有两个肩带，你可以做替换，所以它可以就是除了这个编织背带之外，它也可以变成是比较长一点的，真的是长背带，两种背法，两种背法而已。对，两种背法，因为他们家东西太多种背法，我怕我少接受。哇哦，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容量非常的大。我觉得不要再问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它小型的那种 iPad 什么都可以放进去。容量超大的，你今天如果不要穿裤装，你穿洋装，你也可以搭这个，你也可以搭洋装，因为它这个编织的感觉非常适合春夏那种有点花花的衣服，很美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背着非常的气质。好啦，收编它，等等来猜价格，希望我都猜对，全部打包回家。Yes， 老公的付款时间，你又不一定猜得到。说不定我就全部猜到，然后你就付款。来呀、啊！那我们要猜的第一款包是这一款 Memory 的包包。好，我先以我的就是个人那个尝试跟一些那个来猜，因为这个牌子它其实在意大利也是他们的国民包包品牌，然后其实很受欢迎的牌子，对，非常受欢迎。它包包全部都是真皮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摸到皮革的时候我很惊讶，因为它皮革是有厚实感的，它不是那种很薄的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对。它是有厚度的牛皮，而且它是做柔软处理的、哦、所以多少钱啊？赶快啊！要我就这样猜呀！赶快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我觉得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应该要，而且它是意大利佛罗伦斯的牌子，我觉得应该要12800。真实在这里哦，我先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有可以求救或提示吗？瞄一下，先瞄一下，可以求救或提示吗？可以嘞，我现在可以求救店员，店员只能给我提示，店员不能跟我说多少钱。对啊。只能说 up 或 down 这样。这个包包我猜12800。低。他说再低一点，哇，再低一点。可是我觉得一定要上万啊！赶快正负300。11000。11000一次。好。11000两次。对。要改吗？不要啦，快点啊！11000三次，好。可以买啦，付钱了啦。公布答案。才8800。好，收回来，收走，哎、欸，帮我收走，帮我收走，帮我收走，谢谢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没了，下一个，接下来猜第二款包包，来，这一款要解猜的是他们家的 Trini 包包，对，然后它这个是三合一的一个包包，非常厉害，嗯，好，这个1万上下还是上还是下？上，1万上，1万多一点点哦，多一点点，1万上，1万多一点点哦，10500，对。有正负300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10500，我猜那个包包10500，就这样多一点点而已哦。10500不多一点点吗？哦，10080，什么意思？你多80块啊？是没有这样的，多一点点吗？好啦，赶快决定，10500，对，就是一次，就是10500，好，10500一次，对，10500，两次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，自己看。
我没有拿到。你打开跟我讲。你直接刷卡了，快点。完蛋了，10800。真的假的？我猜对了。买到，这个可以结账，这个可以结账。耶、oh yeah ！赶快给他打包。第一个包包买到了耶！接下来猜第三个包包，来这个，来这个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剩一个机会啊，剩一个机会，对啊，就看你拿两个选手机会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家的包包，我一开始真的觉得霹雳无敌贵，我每次都要猜2-3万以上，就是这个价格竟然可以买到那个包包，所以大概就万元上下这样。对，太划算了，买到赚到。这一款包包，然后它是用摩洛哥的沙漠为主题，所以它的这个这边是一个编织的东西。这个好像蛮适合我的，赶快猜到，我也可以背。男女生都可以背，它有附一个长背带，颜色也非常好看。你说13000是不是？好，不能再给我提示了。没有啊，没提示的，没有了。好，我觉得以它皮的厚度，然后再加上这边有编织，我觉得应该要12800。12800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有加了这些工啊，工编织的工，它是手工的啊。可是它还有附一个另外一个背带，它不是有两个背带？更贵哦。会不会再更贵一点？我不知道，问你啊，会不会更贵一点？还是你决定了？赶快。14800。确定哦，就要14800一次。好，14800这个包。确定啊。嗯。14800两次。14800，公布。公布12800，在这个手肘，耶、手肘，我都已经猜对了，对啊，这样很贼，耶、扰乱成功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最后一款包是他们家超人气牌，超人气的，就是捷，超难买的捷一包，超难买的，而且它是意大利都买不到的，然后现在提示都没有，对，就没有提示，我哭泣。好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它的皮革用的非常的多，而且呢。超多人想要这个包，对，它连，等一下，它连里面，它连里面都是皮革的。嗯，你刚是不是想差点让我看到？差点看到，遮起来，先抓好。然后又多一个包包这样。包装包啊，遮好遮好。那我要猜12800。哦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可以让你看，因为这不是包包。这是包包，这是蹦蹦球。对，蹦蹦球。那我这个价格好？啊，送你，猜到就送你，一起送了。猜到送我，对，猜包包钱还是全部？对，猜到包包钱。包包钱，对。12800，看一下。我觉得包包也这皮超多的，拜托、喔。而且它，你看它的接缝，它的皮用得很厚实，然后底下还有底部。好啦，12800，猜对了吗？大放送，大放送，大放送，猜对了吗？价钱不对，这样好，提示。价钱不对，高还低？价钱不对，再高一点点。再高一点点，13800。确定？对。好，谢谢老高。自己干吧。哦，我猜对了。好，又带走了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老板哦！好啊，帮你结账好了，对，谢谢老板，请你结账，说到做到，晚看猜到都送给你。我来检查一下我们战力。好，看你有没有给我买对？有啦，就刚刚猜到那些，要多的也没有了。这一个是什么？就三合一，对，三合一包。这个包包可以当妈妈包，就是我带香菜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背。这个超多人想要的，捷一包。我想要背看看。啊，背看看，你也可以背。背应该也超好。就不要蹦蹦球，你拿也很帅气。我背应该超帅。啊，好看，你不要蹦蹦球。好了，我们去过情人节啦。